皇上驾到！来来来，不要换方气了。戴上绅士帽的黑妞，黑妞好乖哦！哇，今天怎么特别的乖巧啊？好难得哦。Olen， 淡定的 Olen， 这个就是蜜酱风范的 Olen。不要，还是你要戴。我超喜欢那个。一只猫要很淡定的让你戴上去的。真的有点难度，对不对？妹妹讲生日，好，他去了。哎呀，你的生日帽怎么戴的？真的是啊，他已经取代他的头了。其实阿呼已经是够淡定了，但他就是不喜欢有一个东西在头上那样子。哦，好帅哟、哦！好可爱耶，超可爱！有像妹妹讲的眼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来那个，来个变装秀。那我先去自由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个可以给大虎戴个变真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让他戴一下。哎，这个是咪咪酱戴过那一个吗？狮子耳朵是。对，阿虎真的是。他不知道大家在针对他，他却就是很淡定的愿意过来。好可爱啊！是这样戴吗？珊珊好棒哦！这个是什么动物啊？这好像是狗狗。好可爱啊、喔、小狮子看这边，那是印第安人吧？哦，不恰啦啦就吼，我没有挡住他眼睛，他就比较不会那么排斥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样子吗？哦，自己没停呀、啊，那你起我啊！你想再反？我再反了，还要再反。耳朵好像在这边，戴反的是不是？难怪觉得很像圣诞老公公。好，乔正了，坐下。哎，不能两个耳朵变成那个麒麟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、喔！有看到吗？有。他真的是没在怕的呢，他。我觉得他要穿那个护士。阿护啊，跟你讲，这就是妹妹酱哥哥之前戴过的，这是成为我们家猫咪的挑战。只要可以全部戴上，全部都有穿上的话，就可以。这是一个传承。也是因为你较乖一点，比较有办法穿，那时候就会说亲人有错吗？我看他的正面，为什么那只手怪怪的，这样怪的，这样变成奇怪。哇、哦，晕倒了，需要帮你 CPR 吗？他两只手，你头骨折了，小护理师的阿福头骨折了，怎么了？自己的手怎样？好可怕，把自己的手给拆掉了。最后一次好不好？虎皇上来了，行啊，你好好走路吧 ，Niki。这个是古代的皇帝8+9，只差没刺青了。还有皇帝被自己衣服干啥？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还可以。皇上不用自己跑。哎呀，我们吃这个好不好？跟你讲，生日快乐。有那么绅士哦，都看黑妞一个人在吃。